时间来不及了，没时间布控。这样，我和秋萍负责外围，华子，你和锦锦想办法潜伏进去。记住，一定要保护顾芝和人质的安全。放心吧，走。大家听我指挥。抽根烟吗？不抽。喝口水？不喝。别那么紧张，真的，关水。我看你站半天了，让我坐下歇会儿啊。你别过来，回去啊。不用那么紧张啊。这哪个超市仓库啊？啊，你怎么进来的？在这工作。这样的啊，什么事儿过不去了？真的不至于的。你闭嘴！我可认真的说呢，如果你没工作，等这事儿过去了，我帮你找找看，行不行？吓了。关瑞，我刚才听你哥说那话，我觉得挺疼你的。你这样做不好吧？啊？说白了啊，我真的挺理解的，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啊？所以这事儿呢，我觉得别弄大了，弄大了对你对你哥都不好。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事跟我哥没关系，他什么都不知道。喂，你确定吗？哥，你听我说，哥，你听我说。你好好的。行了，关水，你哥已经安全了，他不安全他不会给你打这电话。把孩子放了行吗？可以。顾队长，
但我想要你一样东西。什么东西？你的枪。我没带枪，带什么枪啊？你打电话，我一听说是你，我就觉得没多大事儿。没多大事儿。哎哎，别冲动。放上面。保证把枪给你，把孩子先放，别吓着孩子，灌水，好吗？把枪给我，我就放了孩子。把孩子放下，把刀放下，把枪给我，把刀放下，至少把刀放下，行吗？我一定把枪放这儿。把枪放下，最后一次。一，哎，二，哎，好，好，我把枪放这儿。往后退，没事，别怕，别怕。好，关键站住！你以为就这么完事儿了，顾队长？现在该咱俩算算账的了。孩子先出去行吗？别怕，让孩子先出去。孩子，听话，到门口有叔叔阿姨啊，很快就会找到你爸你妈啊，别怕别怕，走走走。孩子不知所里，绑匪拿到了枪。目标移动失去射击位置，枪支是。我现在找机会靠近，你一定保护好顾芝的安全。姓顾的，十年前就是你抓的我，现在我出来了，我什么都不会，没有地方要我，我连自己都养活不起，你让我怎么办？说实话，我本想干这最后一次，如果成功了，老子就拿这些钱做点小生意，过好下半生。如果不成功，我就把命搁这儿了。但是没想到，这次又碰见你，我知道我完了，但是没关系，我现在就想让你感受一下。枪指在头上的感觉怎么样，关水？顾队好不好？关水，这种感觉怎么样？关水，冷静一点，关水，冷静！我他妈冷静十年了，我就等着这一天呢。怎么着？啊？拿枪指着舒服吗？舒不舒服？问你，舒不舒服？关水，关水，你真的真的有机会？有机会？我还有什么机会？你告诉我，我还有什么机会啊？青春都放在监狱里了，人有几个青春啊？我问你，我现在他妈什么都不会。是什么好枪？这种感觉怎么样？枪指在头上感觉怎么样？好不好？舒不舒服？
建南，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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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长，怎么样？孩子平安了，啊，解救了。你们终于可以团圆了啊！领导，谢谢你，谢谢，谢谢警察同志。你相信我，相信我，太感谢你了。我给我师傅弄这家，怎么样？相当可以。老胡，有你这样徒弟，也应该感到欣慰。哼，还欣慰呢？我不是一好徒弟。当时分家的时候，我就是想干刑侦，我想破一辈子案子。对公我没错，可对私，我伤了他的心。他出事以后，我想了很久，我就想，要是我没离开他身边，要是我当时给他提个醒，他有可能就不会犯那个错。反正以后，无论他认不认我这徒弟，他是我一辈子师父。喂，喂，好，我知道了。怎么了？没事，我先走了。按道理来说，犯人快出狱了都应该高兴，表现得特别好，抢着干活。可胡若强不是，不该管的他也管，逮谁跟谁过不去，还跟人打架。那麻烦你能带我过去见见他吗？行。打我！搞不好又是。他先动的手，跟他们吃醋要人，疯狗咬人。这马上都熬到头了，什么事儿啊？就不能忍那么十几天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能跟我说吗？你这么多年了，爱管闲事的毛病还改不掉啊？你的事儿对于我来说，就不是闲事儿。
你跟我说说，这里面有什么事儿，有什么矛盾，什么纠纷，你告诉我，我看有没有办法来解决。解决不了。你怎么知道呢？这些矛盾纠纷都是我造成的，我没事儿找事儿，是我欺负的人家。为什么呀？啊？不想出去了，觉得这里面挺好。也没什么不好的呀，我天天待在里头，我就想啊，我这个人一辈子就干过两件事，也就会干两件事，一个是当警察，还有一个是坐大牢。现在第一个干不了了，只能第二个。你不当警察了，你还可以继续你的人生啊。我们不是只能当警察呀。除了当警察之外，我看不到还有什么人生。你害怕了对吗？你是害怕了，你害怕出去，你不敢面对自己的未来对吗？你没有勇气，你像个胆小鬼一样躲在大牢里，想躲一辈子对吗？你干嘛去？让你走了吗？你干嘛？你不死不活的，胡德强，你觉得当犯人挺好啊？那你站着，听我跟你说话。你的血性呢？啊？你打犯人，不想出去是吧？打犯人算什么本事？你打我？你打了警察，你真正出去？行，不明白了。原来那么好的一个好战友，一个好警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啊？怎么变成是非不分、没有勇气的懦夫啊！别动他，别动他！老霍，你这不还有血性吗？你这不还有火气吗？我告诉你，不管你犯什么错，我一直觉得你可以再站起来。别这样行吗？别让我瞧不起你行吗？今天是老胡出狱的日子，咱们俩去接他一下。还是你和小东去吧。我感觉他这时候应该不想见我。进去看看。哎，胡德强找到了，他两点走的，不是三点吗？啊，这事儿常有，犯人怕见熟人，提前一点走。
好，谢谢啊。啊，没事。哎，小东，你去哪儿啊？找我师傅去。你上哪儿找他？不知道。总之，我一定找他。接到，他提前走了，现在也联系不上他。小东去找他去了。我觉得老胡心里啊，这个弯还没转过来。不过你别担心，肯定会找到的。找他干嘛呀？什么意思？不想见我们，是他自己的决定。他愿意见，迟早能见着；不愿意见，你找他也没用。你好，我想问一下，你见过这个人吗？这个人，见过呀，他经常在我这块吃早点。是吗？啊，那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刚往那块跑过。那边。啊，有一个人抢包了，他追过去了。您确定吗？确定。谢谢您啊。喂，顾志，我找到我师傅了。对，他在民族南街附近，但是他现在去追歹徒了。我现在马上过去。
确认是老胡吗？确定，我给摊主看过照片，就是他。站住！站住！站住！把东西放下。少管闲事！我他妈就管了，凭什么管？凭我是警察。警察？把东西放下，跟我去派出所。跟你去派出所？啊？坚持住啊！来跟我说说话，说说话。小东，小东叫救护车去了。啊，老胡，说说话，救护车马上到了啊！我没歪着。哎，先不说这个了啊。那你救了？行，你放心，我肯定救得了你。老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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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护车！收下。你干嘛去了？抓小偷去了。我让你打电话抓个救护车，你抓什么小偷？可我师傅不是让我抓的吗？我师傅哪不知？我师傅怎么了？你师傅没了。你走。这么多年，身边有无数的兄弟呀，但是最亲的也是顾明，一个就是你呀。虽然最后不是警察，但是在你的血管里流的还是警察的血。你是作为警察死的，兄弟，你的葬礼我去办，德强。
佩服的人应该是你。我放得下，那鱼可是你钓的。我真是着急那关元仪，都快急疯了都。急疯了就算你自己人啊！当时吴局怎么在这屋里给咱分工的呀？你要是这样的话，我现在就让兄弟们把那东西抢回来，你信吗？但不管怎么说，也得打个招呼吧。那你怎么就知道我不会配合你，不会协助你呢？你怎么就知道那些奖金下来不是给你买那些仪器的呢？今天啊，咱哥俩干了这杯酒，这事儿就过去了。好，你喝一个，我喝俩。哎。事也是我的责任，我没拦住他，我也该罚。既然是敬酒，我请两位队长。不是你们俩到底什么意思？这酒是我买的。嗯，老胡，这酒是我买的，我一滴没沾着。小东现在再买一瓶去。他不能喝酒，让他喝这个。我整瓶啤，我爆瓶吹，我看谁还敢跟我抢，行吗？你好意思吗你？你害怕出去，你不敢面对自己的未来，对吗？你没有勇气，你像个胆小鬼一样躲在大牢里，想躲一辈子，对吗？让你走了吗？你干嘛？你不死不活的？你打犯人，不想出去是吧？打犯人算什么本事？你打我，你打了警察，你真正出不去。你怎么变成这样啊？怎么变成是非不分、没有勇气的懦夫啊！别动他，别动他！老胡，你这不还有血性吗？你这不还有火气吗？我一直觉得你可以再站起来，别这样行吗？别让我瞧不起你行吗？老胡，坚持住啊！来跟我说说话，说说话。小东叫救护车去了啊！老胡，说说话，救护车马上到了啊！我没办法了啊！你跟这，哎，先不说这个了啊！老胡，那你救我？行，你放心，我肯定救得了你。老胡，救护车！老胡，今天开会啊，主要是传达上级的一个重要指示，大家都拿到文件了吧？仔细看一下啊。哎，大家也都知道，再过两个月，北京要迎接奥运会。那么，为了奥运会顺利圆满召开，上级给我们一个重要指示，尤其是我们市公安局提出平安奥运行动。平安奥运行动就是要求各个公安分局直属机关按照本部实际情况落实，制定本单位的具体工作方案，确保奥运会期间安全平稳，无重大安全隐患，监管无死角。我觉得针对监管无死角，我想跟大家聊几句啊。怎么才能做到监管无死角呢？是吧？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负起责任来，特别是在恶性案件上，我们要严查。啊，警察，我一直以为警在前，查在后，以防为主，是吧？一定要杜绝那些。啊，小东，特别要注意那些外来人口，那些流窜作案那些人，啊，一定
给他扼杀在摇篮里。明白。见惯无死角，让我们崇山市有一个安定和谐的啊一个社会面貌，我们来迎接奥运会嘛，是吧？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想法，还有什么都提一提啊。林振华，那行，那大家仔细看一看，还有其他几点啊。那行，散会吧。吴明啊，我看了你们刑侦支队奥运期间安保措施的这个报告，写得好，啊，有针对性，有操作性，有建设性。谢谢领导，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今天叫你来啊，给你布置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您说，我一定完成。奥运会哪天结束？8月24号闭幕。8月25号，记着啊，带着全家，陪着老爷子，抓空去北京玩一玩，让老爷子看看奥运会那火炬，我估计那还没撤呢。吴局，你怎么突然下这么一命令啊？我看这段时间啊，案子不多，事儿也不多，你呀就陪着老爷子出去走走。行，我琢磨琢磨，如果最近没有新发案件，我就去。行，好。小明，嗯，你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刚破了一案子，歇两天。我今天啊，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陪您啊。哎，好。啊，等过两天天凉快凉快，我想带您和我妈去北京玩一趟，坐飞机去。这你有那时间吗？没有时间请假呗，请个10天半个月的就够了。再说您和妈年龄都大了，我也得抽点时间陪你们玩一玩。你忙，那你就不用去了。我又不是没去过北京。您去过北京？您什么时候去的？那时候还没你呢。哦，那时候还没有大明呢，那可是已经有我了。我怎么不记得你什么时候去过北京啊？你那时候还不是我媳妇呢。真的假的呀？甭管真的假的了，今年啊，我就一定带您和妈去一趟北京，咱们去看奥运会去。那你爸呀，得乐疯了。哎呀，我乐疯了！你要是想去北京，我带你去。咱们家呀，也就我一个人去过北京。嗯啊，对对对对，就你一人去过，我就等着你呀带我上北京了，好不好？爸，您哪年去的北京啊？啊，真的去过。你哪年去的北京？哎呀，这算起来有40-50年了。瞎说。像落叶从枝头飘零，往事一层一层时间里堆积，那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遇见的人，有太多已经记不清。是什么会遮住视线？我们有时也会对选择犹豫，可是最初的梦，发下的誓，痴心的爱，抹不去如此清晰。最爱的还是你，为了你无所谓。
崎岖，在大风雨选择了你，这矢志不渝。崎岖，